汪队立大功的莱德队长看到了一只蓝色的小机械恐龙，他非常喜欢这个小机械恐龙。但是这时候，巫婆小猪将这个小机械恐龙变成了一只巨型的机械恐龙，并将莱德吞进了口中。幸亏这时小猪佩奇过来，用他的魔法棒将机械恐龙变回了原样，救了汪队立大功的莱德队长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有粉色、玫红色、紫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黄色、青色、蓝色、深蓝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